玩175级的他，总知道有一个叫须弥却没用过。想要3386万，想要一个有高级模型的须弥，我靠，这要求太低了，真的是。高模型不行，高模型还得有地法爆呢。想要高模型的须弥，对于老王来说也是小菜一碟，直接拿带高模型的画魂与带须弥的持国回炉就可以，先瞄两只三技能画魂，然后准备垫掉一本必带地狱烈火或者高鬼魂。第一个掉了地狱烈火，可以了。结果第二只掉了高魔星，这就不能忍了，因为老板要带高魔星的须弥，于是老王决定自己洗一洗这只画魂，高魔星怎么也好出。结果十个超流流洗下去，一个带高魔星的都没有，这都够买两只带高魔星的画魂了。还好第十一个出了四技能高魔星画魂，还算不错。结果一本兽诀垫上去，高魔星又掉了，这只就忍了，毕竟四技能。垫完书先认证一下，接下来是复宠持国了，1500万秒了一只三技能须弥持国，结果冥思与这只四技能画魂冲突了，那就先跟上边三技能合吧。垫腰开始，他跟冥思冲突，那就他俩合啊，再来一个，再交一个，先合一组，先合一组啊，看看怎么说。这是3+1+4+3，合出了持国巡守。真是不出啊。好了，一技能了。领悟，行吧，我出钱帮你洗到两技能以上。这样，咱们把持国卖了，换个加点钱换三，差价我来补啊。兄弟们，谁知道那个持国能卖多少钱呀？现在这个阶段买游戏币感觉是真舒服，是真便宜，感谢细子。咱们有一说一，给老板充了1000万，但是如果等会儿出货的话，老板应不应该把1000万还给我？他成本总共是3000万，他万一出了6000万、9000万的东西，他是不是这1000万应该还给我啊？不用给我分红，你还钱就行啊。出特别好的还给我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兄弟们，四技能极限高资质啊，6+3，出七技能以上的须弥，老板把69还给我就行了，七技能以下的须弥就当送你了，送你了，哥，下的真快，下的真快，我操，4+2+3合出1个3，就无语，他妈就离谱。